看尼亚斯的实况频道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来拍我家的老鼠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录完我的游戏实况了，可是呢，我是录 RPG 整合冒险生存，可是我麦克风没有插好，所以我的声音就像之前录直播末日之战二的试玩直播的时候一样，超级小声。所以今天就先来录老鼠，那个影片我就先删掉了。对，所以不好意思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。这两只是小老鼠，底下有一只哦。然后这边这只是母的，然后后面那只在睡觉，大只的是公的，对。然后这下面都是小老鼠，它们会咬人哦，不过不会痛。来，来来来，我都洗干净了。它们会刚开始会舔你，然后舔一舔就开始要咬，啊，这个母的咬人比较痛，我比较不敢碰它，超凶的，超坏的，坏老鼠。哦，有一只睡在滚轮上面，小只的。然后公的超级爱睡觉的，在这里。它有在动吗？好像有啊。然后大家会听到我咳嗽哦，因为我感冒还没好。我前两天是喉咙一直很痛，吞口水就一直很痛。然后直到第三天，直到昨天晚上啦，我喉咙才比较开始不痛，然后开始咳嗽，开始喉咙有痰。然后我朋友跟我说，喉咙有痰就代表说他已经开始杀菌了，所以应该再过个几天就好了。所以明天应该就是开始正常实况的时间了。只是你们还会听到我咳嗽啦，所以就比较见谅一点。那公的是睡死了，超夸张，这样。他醒来了，他醒来，被母的吵醒。我们再看小老鼠，小老鼠都不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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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门，打开门，通常都是母的会先冲过来。看到、哦、母的在那边，它冲过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冲过来了。它超会逃跑的，我连笼子门关起来，它还可以从这上面。原本这个就很松，所以我把它卡的现在比较紧一点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原本呢，等一下，这好难用、哦。原本它是这样卡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卡在这个上面的，所以它很容易就打开了，有没有？打开有漏洞，然后就很容易打开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就会把它卡到左边去，大家可以看，卡在这里，卡下去了，这样他们就比较不容易打开这个门。奔母的逃跑好多次了，小老鼠，他们在吃东西呀、啊，都不理我。其中一只好肥哦，哎，好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简短的实况就到这里啦，对啊，因为我喉咙真的很痛，不好意思啦，让大家3、4天没有看到游戏实况，然后3天吧，3天左右，对啊，我明天应该就可以正式实况了，那应该也没什么事了，啊，最近流感来啊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流感啊，大家就是注意保暖，勤洗手，然后。不要讲太多话，不要像我实况直播一天两次哦，然后讲到吸入太多空气，然后可能就被传染了。好啦，那感冒的记得戴口罩，然后多喝温水。我现在每天都喝温水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原因就是我一直喝水，一直喝热水温水，然后喝到晚上一直跑厕所，根本不用睡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喽。拜拜啊！还没还等下还没还没，我们还有要讲的话，我忘记讲了。就是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。那我是尼亚斯，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页按个赞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喽，拜拜。